我是征途，你知道的，在这里你能浴血沙场，横扫千军，肝胆相照，生死与共。你知道的，在这里你能成家立业，生儿育女，你富可敌国，为所欲为。你能成为你希望的角色，在这里你能成功。我是征途，你知道这一切，我只是希望你继续留在这里，但你不知道，十二年了。哎，你好，请问是你们点的外卖吗？哎，我的东西啊，必须的，我的天！我想约你们下午两点，我们开会。嗨，你好。我可爱的话，你们就给我送两下礼物吧。我上来就收到礼物，好感动啊！么么哒。我希望有一天，可以告诉你，在这里做到的，你自己一样可以做到。未来有无数种可能，我希望你与征途正在做的一样，先放下，想一想，失去过什么，想要什么。然后如同往日，拾起武器，建立家族，每日操练，守护家园，同一时间去国战。我希望你告别轻浮，就像以前同我一样，心无旁骛，不知疲倦，日复一日，用你的方式，征途的方式，直到有一天，达到极致。或者依然未知，直到有一天看透了风景，直到有一天你不再需要我，那是我希望的。我不曾离去，因为我们就是征途。